茶甘蔗哦，梅香啊，从茶几加个北京拢茶到，我注意到会比上多哦。跟着哦有平虫啊，因为那地方嘛像木匠，根本就行唔得。我32年之内，我待在宝山新城村。我不蛮多需要做嘛，但是说他开始落长枪哦，做做以后啊，差不多50年嘞。最辛苦就要去山上上甘蔗转拿转来，加入过多不有像宽了过多了没？下批来哦，200-300斤单枪啊，你莫注意到未必砸到。下雨来，树要晾着，哎，唔会下雨，一下下雨就干了嘞。后面了这个温度按高压一千高，这进入一下没报销了。那些后生人说买一夹的，人三个做二十挺多。我拿一本眼看，就按呢，像按那把来做啊。那身体那样没问题，那样一百岁没想做。